拜拜。每个人都拥有我这辈子容易哭，容易发脾气，很爱生气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活下去的方式，你也一样。我们相爱的时候很认真，分手之后，我们要很认真祝福对方。我不会再等你了，我一直都会是一个脆弱的人，傻瓜。每周六晚上9点 TVBS 欢乐台，妈亲一下。